我就是凯文，和凯文一起玩吧，每一次的朋友全部一起来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凯文游戏，我是凯文，我是小凯莉，我是小凯文。今天呢要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越过天桥的游戏哦。哇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快点开始游戏吧。好，游戏出发。现在凯文说明一下游戏的规则吧。首先，好，那边是起点，我们去那里吧。拜拜。过去，首先开始搭桥，要踩着走。我先踩吧，这样踩住，然后再前丢一个。好，就这样是错误的例子。但是在这里跳起，踩到了，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踩过去就行了，这样不就来到这一步了吗？现在凯文要开始抓石子的游戏，像这样，从这样，从第一阶段开始，做到第四阶段，这样做完之后，这里要抓好，这样抓石子之后，游戏结束之后，这样返回到起点就算完成了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注意的重点，要在120秒以内完成才行。啊，那是多少？两分钟。因为需要大家一起努力，是需要协作能力的游戏哦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我准备好了。那快点开始吧。好的。这个顺序，最后的人要把板子捡起来递给最前面的人，因为再次返回的时候会继续用到，所以说要协作好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一直搭建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才能搭好桥梁啊！那马上开始吧。明了。好的。快。哥哥，你在最前面。好。我们两个商量一下，谁在最后。谁是最后一个？要好好选择。好好选择。剪刀石头布。石头剪刀。剪刀石头布。石头剪刀布。那不就小凯文你了。好的，那就小凯文吧。我做好像有点困难呢。没关系，你会做得很好。开始了，准备。开始。一块，两块，快点跟上来哦。三块。哥哥，你搭的太好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做到了。在这里先开始。等一下，我有点不明白啊。没错，我也想到了，这板子要怎么拿起来呢？等一下呀，哥哥。我要这样跨一大步呢。没错。怎么只拿呀？就这样拿起来就行了。就这样，做得很好，做得很棒，所以石头剪子布赢的时候才行啊。第一块成功了，现在第二块。哇，我好无奈哦。小凯文，我是阿威。快成功了。等一下，这样走。成功了。这个给我。成功。就这样，过来。就这样就行了，快点。就这样就好了。小凯文，快点把那个给我，快点。哎呀！怎么办？太累了，我不捡了。我们的肚子太大了。抓石子游戏好不容易一次性成功，真的好难啊！快点给我，海丽。等一下，凯丽。哥哥抓住你了，没关系，快给哥哥吧，快点给。哥哥，我出发了。说了不要放这么远了，不然没办法呀。这个太远了。看看小凯文吧。这个要怎么才能做到呀？快点给我，快点。哥哥，你这样搭桥的话不行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？要怎么做呢？仔细看。这样，绕很远的距离肯定是不行。我们之间要好好配合，要这样做才可以。一块。要这样，稍微近一点才可以。很快的。就能快过桥了。朋友们，小凯莉真的好聪明啊！凯文想要快的进行，所以就搭着很宽。小凯莉，这个你来做。我做
叫你来弄呢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让小凯莉也做一次。知道了。那么这次就按照小凯莉的意思，短距离，短距离，这个桥搭得近一点。那么这次呢，就按照小凯莉说的方法，把距离缩短一点，最后那个人就由小凯莉来担当吧。知道了，这次好好做。好的，加油！马上开始吧，加油！开始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快点，给我吧。懂你懂。给我，近一点。快！啊，这样做的话能够配合得很好呢。哦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能踩过来吧？哦，我们要成功了。第一步呢？谢谢，我看不到前面。OK。OK， 成功。哦耶，成功。OK， 快点快点快点。快点，我们要一次抓住。第一次做成功的游戏真的很难的。哦，对的对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哥哥好像不太了解，哦、我从地上捡起这个辛苦的事，头都要晕了。给我，给我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凯莉，即使辛苦也要快点忍受一下。啊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凯莉，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凯莉，等等我，太搞笑了，快！稍微忍耐一下，小凯莉，忍耐一下，只有一点点了，剩下一点点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哦哦，快快快快，再多一块就行了，再多一块就行了，一块，一块，快点，就一块，等一下，哦，快点给我，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可以了，快点，等一下，就这样，哦，给我，给我，给哥哥，啊，进来吧，啊，成功，成功了，多少秒？啊、因为我们做得很棒，所以摄影师朋友提了一种新玩法。什么呀？摄影师朋友到底是什么方法呢？哦，哦，变了呢！我以为是要做石头剪子布呢，我也要石头剪子布了。那么我们做蹲下起立动作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做的是不一样的动作，那么那个人就选定为抓石子的人。抓石子要抓住三个以上就算通过。哎呦，限定时间是两分钟。那么喊一二三就开始了。好啊，坐下来起立了，一二三。哥哥，你不是说要坐下的吗？啊，说过吗？一点眼见都没有。那么再来一次。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小凯文可以做到的。哥哥先说声抱歉，那么我来担当最后一个角色吧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开始吧，快开始。哦，太没有眼力见了。快来，快来。那么最前面的就是小凯文吧，中间是小凯莉。那么喊开始之后进行就可以了。来了来了，快给我这里，我扔这儿了。哦，这一次我们好像顺利了一些。就是啊，来了来了。但是抓石子要成功哦。是的，抓石子真的很难。扔这里，放好。一定要抓住三个以上才行。真的很难，要三个以上哦，三个以上。小凯文，拜托了。哦，哎，几个呀？三个吗？看看，什么吗？这个？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啊，跑哪儿去了？啊，还有一个在这里。哎，抓住三个吧。抓住！哇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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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成功了成功了，继续。出发啦！马上。小凯文，小凯文，快点快点。
夏可凡给你。哦，很好。哥哥来负责最后这一项才对，哦，这样我们就更快了嘛。哦耶。嗯，把我越过去了。啊，因为哥哥手长才这样的嘛。啊，是。没事。我们还可以坐得悠闲一点。啊，那不可以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是啊，哦，是啊。迅速。几秒呀！哇，还更快了，更快了，我们超棒的！哇哇！就这样，大家游戏大成功！朋友们，今天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了考验配合度的搭桥梁游戏了，我们下次再会带来更有趣开心的游戏哦！谢谢订阅，朋友们，再见。